Faith to saving, dreaming is believing. It's okay not to be okay. Yeah, 关注心动亚洲玩转唱吧直播间。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紫薇。来这个唱吧已经有第三期了。第一期呢出现了很多小燕子和容嬷嬷。第二期容嬷嬷她竟然说，让我看她，让我选她的问题，还要扎我。你觉得做主持人容易吗？然后呢接下来我就不说多了好吗？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欢迎我们的朴荣主，欢迎朴荣主，欢迎我们的小公举朴荣主。哇，来荣主用中文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朴荣主。哇，说得好好好。那我们就用韩语来一个自我介绍好不好？안녕하세요，저는박용수라고합니다。耶，你问一下龙主啊，就是他对自己的中文有没有信心？如果有信心的话，请把他所知道的中文都让我们来说一遍，我们倾听一下，好吗？中国에대한자신감있어요？자신감이요？네，좀있는편이에요。있으면한번아는중국어요？중국어？아，你你什么？我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去哪儿？你去哪儿？你在干嘛？你在什么？你在干嘛？你在干嘛？哦，你在干嘛？你去哪儿？还有吗？然后，什么？还有什么？别骗我！别骗我！别骗我！你去哪儿？你在干嘛？你别骗我！听说你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撒谎。撒谎！撒谎！知道撒谎，知道不要骗我，知道你去哪，知道吃了吗？什么意思吗？啊，你吃了吗？你吃了吗？对，我总结了一下啊。他먹었어？他먹었니？他먹었어？对，他说是中韩语的。我，你吃饭了吗？你吃饭了吗？对，你吃了吗？你吃饭了吗？你饿吗？我饿。你饿？我真的饿。就是我明白了，就是我们的荣主。其实从头到尾他最想突出的就是你在哪，你去干嘛，你为什么吃的时候不带我，我就是特别饿，对吧？他内心发出的这样子的。中国国家말하는거는연결하면은너어디냐왜밥먹었는데나데리고안가냐그거예요。 OK， 然后呢我们想问一下，就是在这一期你和我们的田书成是在一组，昨天他到我们唱吧直播间就有人问你们俩在一组他是什么感觉，他昨天回答了，请你也回答一下，你和田书成这一次在组你是什么感觉？我在팬들물어보거든요，田书成啊，너왜손잡냐고다잡는지，그래서그거좀대문좀한번。아，田书成이랑손을잡은이유는왜냐면因为田书成이랑田书成이랑나는그경연준비하면서되게많이친해졌어요。그래서베스트프렌드。他说因为我跟田书成在准备比赛的过程中变得很亲，我们是 best friend。best friend， 好朋友，好朋友。原来还知道一句叫好朋友。我觉得说的也非常标准。那么昨天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就是网友们问啊，田书成为什么要拉着你的手，那么今天我们反问他一下，他被田书成拉着手的那一刻他是什么感觉？田书成씨손잡잖아요，무슨느낌이에요？그게무슨그냥진짜편해요，진짜친한친구라서그런지너무편해요，잡고있으면。这要我怎么回答呀？就很放松啊，就因为是很好的朋友嘛，所以牵了个手，很放松的状态。很放松的状态，对。有没有感觉到一丝丝的温馨？不좀더사랑스러운그런느낌있어요？사랑스러운느낌？对。아니그럼진짜친구？아진짜没有没有没有，就觉得就是普通朋友牵个手。好了，我们其实开玩笑的，就是看你们。我知道韩国好像有一个动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来自星星的你》ET 啊，그별송그대중에서 ET 이렇게哦，对，不是我和他一起，其实因为很多人他们都说就想知道华丽和他在一起的感觉，我觉得就是这种一体的感觉。但是其实这个一体就是朋友之间的了，对吧？已经满足了你们这些小网友们心中的疑问了。但是我觉得
他们这个 CP 我也是很喜欢的，这个不用翻译啊。好，然后呢，我们今天龙主呢，因为本身他这个中文可能也不是特别好，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让他准备了很多首的歌送给你们。那么第一首先让他来唱唱，好不好？我的，아까잠깐했던거해도돼요？네，할게요。那我唱一个比较简单的吧。OK。Staring my reflection in the mirror. Why am I doing this to myself? Losing my mind on a tiny error. A little left to reel me on the shelf.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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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Just be true to who you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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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 you ar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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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Who you are, who you are, who you are, who you are. 太高了。其实他在我们心中一直都是一个高音的小王子，而且我觉得荣主他长着一双电影，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么觉得，但是他这双电影却表现出来他自己一脸无公害。如果大家觉得是对的话，请给我一个赞。然后刚才呢，我看到有人已经在喊我的名字啊。他说的是一个叫做“如果离开”的朋友，你在吗？他说，荣主最近训练累吗？和成员们开心吗？지금이미연습을많이했었던경험이있어서그렇게많이힘들진않고그냥친구들이랑같이항상24시간있는거잖아요그래서저는좀재밌어요他说我之前就有一点点练习的经历嘛，所以这次来这边练习的时候，就像是因为我们是一起住，24小时每天都在一起，所以就感觉就是跟朋友一起玩的感觉。OK， 其实也是非常开心，对不对？然后这边有一个叫做范小二汉子，其实我看到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啊。荣主，你觉得你的粉丝名叫做？容嬷嬷怎么样？应该不知道容嬷嬷吧？그거팬들이름은팬클럽이름은容嬷嬷라고容嬷嬷？对，그거什么意思呀？容嬷嬷是这样啊，我来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可能他听不懂，但是在这里我想说一句，这两天我对容嬷嬷稍微有一点阴影啊。昨天有很多的观众，就是为了让我点他的名，他说我是容嬷嬷，如果你再不点我的话，我要扎死你。就是作为一个主持人，真的太不容易了，你还让他的粉丝名叫容嬷嬷。好吧，我接受啊。容嬷嬷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中国一部电视剧对里面的一个人物，你很好的讲，非常好，非常好。中国드라마에서는한역할이름은容嬷嬷라고좋은사람이야。哦，谢谢，知道了吗？也许你日后的这个粉丝名字就叫做容嬷嬷，容嬷嬷。팬클럽이름은容嬷嬷라고할수도있어。容嬷嬷，容嬷嬷，容嬷嬷，对，容嬷嬷。好 ，OK。然后这边温都日马，温都日马，我喊你了。好，这边他问你，一直都住在二楼，想没有想过去一楼感受一下？계속1층에별로안가고싶어요。啊，我真的不想去。真的不想去一楼。对对，为什么？那你觉得一直是什么让你一直保持在二楼？그러면은계속2층에사는이유왜이유여기있을수있는지이유는뭐보셨다시피잘하니까아大家都能看到我就是很棒啊对我也觉得非常棒其实不用害羞我觉得啊然后这边熊不行他就问了一句为什么总是穿一身牛仔今天这身衣服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其实他身上这件衣服我要说一个小小的秘密他身上这件衣服其实是华帝的아이거화띠옷매일맞냐고요테니스장과별로
제옷이별로예쁜게없어서他想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穿华帝的衣服，是因为他没有什么漂亮的衣服，所以他就穿了。중요한건이거天수몰래입은거예요。重点是，其实天书晨也不知道我穿了，所以大家保守秘密。大家一定要保守秘密啊！一会儿回来的时候，如果天书晨知道了，他会怎么样对你？그럼이따가天书晨가들어오면알면어떡하죠？天书晨이제가입은걸알면좋아할거예요。天书晨知道的话，应该会喜欢我吧？应该会很高兴，是吗？对的。好了，今天这个问题我们就到此为止啊，大家不要再往下问了，好不好？大家心里清楚明白就可以了，好吗？然后这边有一个朋友已经被刷得太快了，我只看到他问了一句：“你有没有什么坏习惯？”나쁜습관있어요？나쁜습관이요？내습관？나쁜습관？늦게자는거？啊，我的坏习惯，他想了一下，然后说晚睡。진짜완전너무완전늦게자요我真的是超级晚睡的那一边。是因为睡不着吗？失眠吗？잠이안들어와요왜냐면항상다같이단체생활하니까는혼자있을시간이많이없잖아요근데새벽에다들자게되면은혼자그시간에뭐음악을듣는다든지뭐쓴다든지이렇게해서좀늦게자는데他说因为 一直都过的团体生活，所以自己的时间很少，一般是等到大家都睡了之后，就会有一点点自己的时间，可以写一点东西啊，听下歌什么的。其实他希望在睡觉的那个是属于他自己的小世界。是的，对。然后刚才有一位不知道是谁，我没有办法喊出你的名字，但是我已经看到你喊了我很多遍了，所以我必须要把你这个问题问一下。我们的容祖欧巴，请问你喜欢什么样的颜色？팬들무슨색깔좋아하는지색깔나는블랙블랙좋아해요블랙黑色黑色还有没有其他颜色是只钟爱黑色吗블랙만좋아해블랙이랑근데블랙을많이좋아거의다블랙을네他说我大部分都是喜欢黑色的东西就其他的他暂时也想不到OK， 然后这边其实很多的人都有一个非常大的疑问是每一位嘉宾来到我们这个主播间都会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喜欢什么样子类型的女孩子在这个之前他回答之前我想先感谢啊我们现在已经收到了10个徽章非常非常感谢我们手机面前的非常爱你们来我们问一下你喜欢什么样子类型的女孩子听好了啊무슨스타일여자가좋아요여자무슨귀여운여자좋아요他喜欢可爱的，可爱的，对，有多可爱？他心中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人选，可以让我们参照这个标准呢？제가허이판허이판처럼허이판정도로귀여우면여자가그렇게귀여우면좋을것같아요他说我喜欢像何一凡那种型的，就是如果女生像何一凡那么可爱的话，他就很喜欢。OK， 好的，就是像何一凡那种类型的，是不是？对对对。今天大家问的就是你和华帝为什么在一组，为什么要和他牵手？我觉得下一期这个何一凡可能会被点名啊。嗯，对。但是我们这个东西也不用翻译，对不对？我们就自己知道就好了。我觉得这一场非常好啊，因为我们有自己完全自己的小世界，他是不知道的。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尽力的来问我，但是请不要戳死我，好吧？现在我又看到有几位要戳我了啊。好，然后这边有一个叫做。哦，是一个韩文的名字。来，我们容祖给我们翻译一下，这个名字叫什么？哇哦，哇哦，뭐？박용주，박용주사랑，박용주사랑，사랑，박용주爱你的这一位啊，你听好了，他说，他说的是紫薇，紫薇，你看我，看我，看我，你要问他什么吗？那我帮你问一个我自己想问的问题好了，好吧？就是你觉得在这个整个练习生上，就是生活中。就有没有什么是特别难忘的事情就是到自己一直到现在都非常记得연습생생활이기간에잊지지못한일이있어요지금이기간동안있어있는데이게그러니까제가친한이제티엔슈찬이랑아이거말하면안되는데他说这个我不能说哎他说到一半不说了就这样말해줘뭘그몰래매니저형들이랑나도몰래이제새벽에잠깐나가서
이제편의점편의점가서같이막먹을거사와서원래이렇게밖에서막먹고이렇게들어왔었거든요그게좀말해도돼요네那个他说他有一次趁金晨姐姐哥哥们不注意然后在晚上深夜跟田树成两个人跑了出去到便利店买拉面买吃的在便利店吃完之后回来的他说这个很难忘不是这个在节目当中说出来好吗我的天那最后你问他他有没有被发现然后有没有被惩罚嗯그내년정도밖에있어요아니그니까말하는안했안했어요아직안들켰어요他说有发现但是我们也偷偷的就进来了秘密他说秘密他给大家分享一个秘密请大家一定要保守这个秘密虽然这个是一个几万人都在观看的一个秘密 OK 然后在这边火星哥哟火星哥哟我发现你了好他在问我们的荣主会不会建议以后找一个中国的女朋友我是中国的中国사람이라면괜찮아요저는괜찮아요왜냐면딱히중국사람이라고해서다를거없고그냥그사람이좋으면좋아하고그리고말이안통하면내가배우면되니까他说其实我不在乎我的女友是韩国人是中国人我只要我是就是我们两个是相互喜欢的사랑对语言不通的话我能学吗 OK 那我听说其实韩国这边的男孩子他一般都是不像我们中国的有一些男孩子他可能会害羞就是发短信啊或者打电话去告白你就问他就是如果他喜欢一个女生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告白是不是会当着他的面告白좋아하는여자한테고백하려면직접고백할거야아니면문자로고백할거야직접他说我会当着他的面告白一定会当着他的面告白对的啊谁会最终成为这个幸运的人呢哦我也不知道我们都期待一下吧说不定就是拿着手机的你好不好对啊然后呢非常感谢今天很多的朋友给荣主送花然后送各种礼物那么接下来呢听说大家都很想让荣主再唱歌给大家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交给你们的欧巴荣主我们唱首歌送给大家好不好你唱一点啊또사랑이오네요이번이정말마지막이에요 My love yeah 또이별이란없죠이번엔정말마지막이야내곁에만있어줘 baby so stop 난느낌이왔죠 love 그래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내사랑입니다내사람입니다보여주고싶은 You're beautiful girl 내여자입니다언제까지나 You're my love, you're my love, you're my love 내사랑그대여 Oh baby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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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哇塞我觉得整个直播间突然一下因为他这首歌升温了好热知道吗然后我在这里我想问一句啊这个正来了正来自吐槽星的朋友他问荣公举请问你总是被粉丝叫公举的感觉如何等一下我们先让我们的翻译小姐姐我们先让她问一下请问她知不知道小公举到底是什么意思공주님지금애들공주님이라고부르잖아요공주님무슨뜻이잖아요공주님이라고불러요저를네공주님모르는데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对的那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简短的明白的意思翻译一下好吗小公主王子的夫人就叫小公主你给他翻译一下王在夫人公主님이라고부르요근데내가왜공주那为什么我是公主呀这个你要问你的未来的粉丝们就是如果有直面的可以去问的时候我们留一个问题给他们吧好不好我팬들한테물어봐야돼그분은팬들한테물어봐야돼대답은나중에줄거예요哦알겠어요好那之后我下节目之后听大家的解释不对刚才我看到有一位已经过得太快了啊但是我不知道名字他说的是他给了一个解释是因为我们是王子他的亲友团们是王子所以他是他们的小公举왜냐면팬들은왕자고너무존중해팬
생된왕자고내공주이라고공주一定是要发音发公举 ，OK， 不是公主，公举。公举。对，公举。公举。你跟着我一起念一遍，我是。我是。你们的。你们的。小公。小公举。对 ，OK， 如果大家觉得满意的话 ，OK， 我们继续等待，好吗？然后我们接下来要问一个问题，是很多人都在问你有没有非常喜欢吃的食物，最喜欢吃哪道菜，或者是。좋아하는음식있어요좋아하는음식아지금진짜먹고싶은음식있어요아나说比起喜欢吃的他现在有一个真的很想吃的东西是什么뭐요그이거알아요 他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그거치킨인데치킨이렇게然后是这样绑住的이렇게있는거이렇게스프있고이렇게然后放在一个盘子里面蒸着이거이거뭐예요이거这이거绑住방주방주이거이거이름名字参鸡汤参鸡汤参鸡汤너무먹고싶어他说他非常想吃 就是最喜欢吃的就是参鸡汤大家记住了吗一个要绑住是什么意思因为那个鸡是被绑着然后去蒸熟的没错这一次我们的这个也是透露了我们韩国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小吃也不是小吃吧一种食物 对我们的参鸡汤如果大家如果想看荣主的话一会儿以后吧我们可能会组织一次粉丝见面对说不定你们就来韩国跟他一起吃这个绑住的参鸡汤了好吗好然后这边再问你觉得这一次比赛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이번에 슈퍼 아이돌 참여하는게는제일큰이유이유아니고바라는거바라는거받다는거이미받다는거아이미가장많이받은거아무래도같이지금하고있는친구들친구들이뭐다너무좋아서네그래서네其实参加这个比赛我获得最多最多的就是朋友就这一大群朋友친구对那么在这一大群朋友里面你觉得有没有谁将跟你成为很好很好的兄弟其实说白了我就想问他最在乎的是谁也是你们想问的关于这个怎么去翻译呢我们就让翻译姐姐来翻译吧好吧제일친한사람은누구인지제일친한사람제일친한사람은베스트프렌드베스트프렌드는일단은제일친한사람은아무래도키엔슈찬他说最亲的再怎么说我还是想说田书成왜냐면为什么일단은田书成이랑은동갑이에요我跟田书成是同岁그래서진짜딱친구고真的就在韩国来说我们两个就真的是朋友그리고그외에는이제동생들이랑동생들은이제허이판뭐우무티뭐이렇게짱필린탈식구뭐이렇게많아요다제가좋아하는친구들就是说，就朋友的话，就是田书成，因为他们是同岁，还有弟弟，就什么何一凡、乌木提、赵品林，他们很多，他说都是很亲的朋友。OK， 然后这边已经很多人都说，紫薇，紫薇，我不扎你了，你能帮我问一个问题吗？你不扎我了，我今天就帮你问一个问题。他问有没有非常喜欢的明星 idol？ 좋아하는 idol？ 좋아하는 idol？ 对。일단당연히엑소좋아하고요当然我喜欢的嘛엑소당연히좋아하고엑소엑소엑소对 OK 今天有非常多的人给我们的荣主小公举送了跑车我在这里带他感谢一下因为他不太知道他送跑车的意义他一会儿如果我跟他说有人送他跑车他说不定开门出去就问我们的跑车在哪送的是什么呢是礼物对有人给他送礼物非常感谢그걸어디에다줘요解释的稍微要有点长大家稍等一下무슨좋은거예요좋은거예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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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这个东西就稍等一下再就节后我们再跟他解释什么叫跑车不是这个直接可以开的跑车他一直在说他说在哪送啊为什么我没看见在哪
就是我们单纯的无公害的农夫，就被这一个跑车可能今天晚上想一晚上，我觉得也不太好。我们直接跳过下一个问题，好吧？我看到很多人都想让他跳一个叫可爱送的。你觉得如果我要是买了这个的话，你们是不是给我送一枝花就可以了？我不要跑车，好不好？他已经听懂了， okay. 他哦，听懂了是吗？他已经在准备他的课，准备了是吗 ？OK。他说啊、哦，我要唱可爱颂，不行啊。没错，我们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龙主欧巴带来可爱颂。啊、哦，行，就我们一起来啊，我们一起来，可以学一下，教一下大家。I guess I'm okay。啊啊，好，我们准备。准备。啊。嗯，둘셋넷일더하기일은귀요미이더하기이는귀요미삼더하기삼은귀요미사더하기사는귀요미오더하기오는귀요미육육더하기육은귀요미아귀여귀여귀요미我觉得我们的荣主今天在唱吧也是非常放得开啊，已经豁出去了，我觉得。并且大家觉得 kill me 吗？你们觉得？我在问，对，저요？嗯，팬들어떻게생각할건데？귀엽다고해줬으면좋겠어요。他说希望팬，希望我的粉丝都觉得我很可爱。啊，然后这边粉丝其实有一个最想问的问题，就是能不能够让我们的小公举也开一个微博，类似于 Facebook。微博는개동할생각이있어요？微博할생각있냐고요？하고싶어요。我很想开，也很想开。对，知道怎么开吗？我都可以，还能咋的哟？知道吗？不知道，不知道。OK, 但是我想，我想哦，说太好了。他现在直接可以跟我对话了。我希望下次在他再来唱吧的时候，我们俩都坐这边，他自己一个人兼主持兼说，好不好？可以，可以，非常好。啊，但是我们会尽力的，我们会尽力在短期内就帮他开一个微博，好不好？请大家也敬请期待一下，我觉得。好，然后这边想问荣主你唱的这么好，有没有对高音的有些技巧可不可以说一下？고음부분은어떻게배웠는지어떻게연습해야하는지고음이야응가르쳐주세요어고음일단일단복식고음복식他说복식首先你要有一个腹式的呼吸法예하고그다음에我这个可能就是那个。他说：“最后我怎么教呢？”그냥이렇게열심히하면우리계속열심히하면될텐데。他的意思是说，只要用了腹式呼吸法，然后用心的做就能好了。就是非常简单的。对的。腹式法，用心做，六个字，明白吗？啊，就是非常简单的。其实大家也就是变相的去夸一下我们的荣主，唱高音唱的非常的棒。啊，其实你真说了也不一定会，对吧？你教了我，我也不一定会。好，然后这边啊，我点名了啊，雪莲玉子，雪莲玉子你在吗？雪莲玉子问，我爸，你可不可以用中文说一句“我爱你们”？中文“我爱你们”能够行？当然是，当然，我爱你们，我爱你们。大家有没有听到？他已经用中文说了一句“我爱你们”。那么你可不可以教我们简短的几句韩语？或者是你想听别人对你说的韩语？韩国歌。일단제이름을불러주세요박용주를외워주세요他说：“首先，第一个就是请大家学会他的韩朴荣祖的韩语发音，박용주。박용주，박용주，박용주。他想让大家都知道他的这个名字。그리고박용주，그리고하나더，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OK。잘생겼다，잘생겼다。잘생겼다是我很就是很帅气的意思。他其实是想让大家连起来说。我们再来一遍。他让你说一遍。我说一遍，好。我先带大家说一遍啊。박용주。잘생겼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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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박용주잘생겼다。이것만하면돼요。小公举잘생겼다。记住了吗？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就是他想听你们对他说的。是吧？他刚刚说，只要你会这两个就 OK 了。只要会这两个 OK 了，其他的韩语也不需要学会了。是的。对，以后到韩国来之后，所有的沟通的，打车也好，去买东西也好，只要说一句"파경주차신교다"，记住了吗？好 ，OK。
是对的。好，这边夏姑娘七七，我点到你喽。她问怎么和中国成员去交流的？平常？中国멤버랑어떻게소통하는지일단저의짧은중국어실력과그리고중국어아그리고영어영어랑중국어랑이제스처이렇게他说他一般就是用他这种简短的中文，他的中文实力加上英语，再加上一些肢体语言，就是主要的是肢体语言嘛。然后其他剩下的话就是旁东主他性格的，对对对，对吧？그렇죠방금잘생겼다무조건방금잘생겼다对对对无条件的都是朴仁祖真帅好的很帅 我告诉你其实中文我们也很好发音这个东西很简短朴仁祖很帅朴仁祖很帅很帅很帅我很帅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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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珠啊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跟大家说一下、我的生日五月二十二5月22、大家记住了吗5月225月22应该是什么星座应该是金牛座吗桑顿家里他是双子双子桑顿家里桑顿家里对是我们的一个双子座啊大家都记住了5月22好大家都可以把这个问题略过了好吗然后接下来呢因为问题也太多我现在一下看不过来现在留给我一点时间呢就让我们的荣主再给大家唱首歌好不好来我们掌声欢迎一下사랑을몰랐어사랑을곁에두고도숨인줄알았어그저편히쉴수있는널안아줬다면그때널내게안을수있었다면우린달라졌을까이별도우릴비껴갈수있었을까哇塞大家有没有觉得超棒超棒的、然后这边很多人都问我们的荣主能不能以后到中国去发展其实我们就一直期待行动亚洲就好了其实以后呢我觉得中韩两方啊大家都可以看到荣主的存在相信我好不好这个问题我们就不需要问他了我来直接给你回答至于什么时候来中国呢我们稍等一下我觉得时间不会很长好吗然后在这里面很多位都会问有没有非常喜欢 XO 的哪一位成员아누구좋아하냐고다좋아하는데저는디오님이랑디오씨랑수호씨좋아해他说其实我都喜欢但是这中间最喜欢的就是迪欧跟苏侯迪欧跟苏侯 OK 其实我自己想很想问荣主啊就是一直都是经历的这个练习生的生活他自己有没有或者是某一刻觉得特别特别苦想放弃的荣主现在还要계속하고있잖아요포기하는순간아니면그냥두고싶은순간이있어요많았죠많았는데그래도이제노래를또힘들때듣는게노래인데이제노래를듣다보면또이제뭔가마음의위로를받으면서다시힘이생기니까더다시또하고싶게되더라고就是他说当然很多的时候我都会有想放弃的想法但是我一想放弃的时候我听的也是歌一听歌听着听着我就觉得我最想干的还是唱歌的最想还是唱歌对所以会一直坚持下去对的永不放弃是的我们也是等待的就是你这句话然后今天我刚才不知道是哪一位啊因为名字也跳得太快了他又问了一个同样的问题你觉得于根银帅还是你帅윗경인이멋있죠저좋아윗경인이멋있어요왜냐면제가평소에도윗경아내가좋아하는사람중에윗경인을얘기안했다
他说他当然是觉得于根银比较帅，然后自己突然说啊，我刚刚说我最喜欢的人里面没有说于根银的名字啊，自己在这是真的吗？惊讶，不是你问他一句，你是真的觉得他比你帅吗？不是你比他帅吗？진짜于根银정말멋있다고생각해요于根银은스타예요스타제가于根银한테샤오이스타라고불러요他说他觉得于根银是明星，所以他一般叫小鱼叫明星小鱼，小鱼明星。哦，其实他自己内心肯定是觉得差不多了，对吧？但是这边已经刷屏了，你这个一定要跟他说，刷屏的就是在我们心中，你是我们心中在这里面最帅的。근데게시판에다가계속남기고요저희마음속에는박경수제일멋있다고 Thank you， 谢谢。了，以他的问题是，荣主，接着刚才那个问题，你觉得自己？算门面吗？아그거제일멋있던멤버라고생각해요제가제일멋있는멤버라고생각하냐고요아니요不觉得不觉得但是我觉得他心里是觉得的他刚才羞涩的笑我们都是这么觉得的这句不用翻译好吧啊你继续问他你觉得谁是我们的门面在他心目中잘생긴사람근데다잘생겼어요진짜한명만얼굴만딱얼굴만아니면전체적으로는잘생얼굴만딱얼굴만은저는고천하위고천하위他觉得是他觉得고천하위是我们的门面担当是吗对对对딱얼굴만他说但是他只能看脸只能看脸对手都看不了了吗对아뭐그런거말고성격이런거말고他说不关乎性格啊什么魅力啊什么的就单看脸一会儿那个浩宇回来的时候我会把这个话转发给他的好因为我不想听的是你搞一夜之鬼呀他说反正狗子浩宇就算回来的话我说他脸帅他也不会打我吧好的我们这边 XX 夏妍希他说紫薇求翻牌我翻你的牌子了啊他问龙主平常你的练习时间到底有多长大概有十三四个小时一天下来有十三四个小时对他觉得这样辛苦吗힘들어요 有的时候身体会觉得有点累但是其实我是在愉快地做着这个事就是一开始他可能是会有一点拒绝的但是最后他一定不会一定会坚持是的这个也不用翻译啊然后这边很多很多很多位的喜欢荣主的一直在说啊荣主你唱了三首歌了那么都是韩语能不能给我们唱一首中文的歌曲啊对哦对他这一张你想给看看你真的想给我一点他说他有准备一首歌一首中文歌这首中文歌是叫什么名字叫那些年那些年아근데아这首뒤에잘모를수도있는데몰라도이해해주세요他说我后面可能会忘词但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一下没关系只要你唱出那些年三个字我觉得就已经 OK 了好吧我们给他加油打气一下我们一起来点掌声给他打个节奏好不好预备起那두세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曾经想征服全世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哇塞哎这首歌你问他有没有私下就是很认真的去练过这个中文열심히배웠어요이노래어이노래가딱처음에들었는데너무좋더라고요그래서어조금연습을하다가이제경연준비를해야되니까더많이못들었어요한동안근데지금오랜만에사실他说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特别喜欢这首歌所以有小小的唱过试着唱过练习过几遍然后之后开始比赛没有时间听了所以很久没听这首歌了아더잘부를수있었는데다섯틀려서좀미안해他说我可以
唱得更好的，但是有点错了词，对不起大家。其实今天在我们心中已经是没有更了，已经是醉了。但是我相信啊，在他心目中其实他可以发挥得更好。那我觉得你们也非常的满足啊。然后在这边呢，我要告诉荣主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今天已经突破30,000人了。怎么样？哇哇哇！大家有看到他的反应，就能感受到他此刻的激动。但是他此刻的激动，非常感谢所有拿手机观看的你们。然后在这边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礼物榜的前三名，我教他念一下你们的名字，这就算送给你们的一个小礼物，好不好？第一个难题。好，我们的第一位是到最后，到最后，攒满。攒满失望，失望离开，离开。不是兄弟，你这是啥名字呀？就不能取个阳光向上的吗？好，那最后，那最后攒满失望离开。对，非常感谢你。然后感谢我们的第二位是我们的皇阿玛的小燕子，皇阿玛的小燕子啊，这个可能是我的姐妹啊，对对，我们私下的姐妹，我是紫薇，她是小燕子，对，皇阿玛的小燕子。好，我们的第三位是。前面有一串我也不知道这个叫什么 Joker 吧， Joker 含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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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完这个三个名字之后，他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要求，就是希望你能不能对着镜头，对着他们所有的人撒个娇。我就是他们的我爱你们。哇，你们如果爱他的话，他一定会感受到的。而且我在这里保证，他们肯定会不久的将来，其实也不会太久，他就一定会有自己的微博。也希望大家一直一直都支持，一直都支持我们的荣主。荣主有什么话想对自己说吗？就是在未来这么多期的比赛当中。일단노래가좋아서계속가수의꿈을향해서열심히연습하고있으니까꼭지금열심히연습하고힘든만큼나중에꼭멋있는가수그리고멋있는사람이돼서지금이시간들이헛된시간이아니었으면좋겠습니다我想对未来的自己说，因为喜欢唱歌，所以才会开始这个梦，也不要忘记这个梦，一直去努力上这个梦，以后希望不会白费这段时间，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歌手，然后能够完成自己的梦想。OK， 那你再问他一下，他知不知道现在已经有非常非常多，已经30,000多人都同时在支持他这件事情？我看着你觉得，会不会觉得，现在有什么想法？네일단네있어요있어요지금30,000명이넘는분들이저를보고계시는거잖아요정말감사드리고요그리고저는중국이너무좋아요왜냐면친구들이랑지내면서도되게친구들도좋고그리고네그냥너무좋다좋기때문에저를많이좋아해주시면좋겠습니다他说当然是有话要说的，现在不是有已经有三万个人同时在线看我了，非常谢谢你们，真的非常谢谢。所以我很喜欢中国，而且交到这一群，因为这个节目交到这一群朋友都是特别开心的，然后希望大家以后能够一直支持我，然后一直关注我就好了。OK， 没有问题。然后最后呢，我也有很多朋友希望我们的小公举能不能够装一下霸道总裁。啊，시크해야돼요？对，远一点。그런것도잘하세요。比起可爱来说，我那个更好。哦，好，我们期待一下。啊，시크해야돼요？다리를좀꼬아야돼。啊，对。哎，对对对，다리좀准备好。我需要把脚给。翘个二郎腿，翘个二郎腿是吧？他心目中的霸道总裁是一定要翘二郎腿的。对的，来翘吧。그전생에내거말을어떻게해야되는어떻게해야돼
그거 怎么做呀? 그거 제가 한 거 있잖아요. 내 이 안에 너 있다. 그거 중국어로 뭐지? 아, 他说他之前有放送出来说就是他对赵慧琳做的那个你在你住在我心里就是那个样子啊你住在我心里 이거 你住在我心里，你们住在我心里。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荣主，今天也是非常的不容易，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翻译姐姐，我们的小尖儿啊，一直都是她来帮我们传达荣主对你们的爱意，也传达你们对荣主的爱意。那么最后呢，我希望荣主用一首歌声来最后一个结尾，也算送给你们最后的一个礼物，好不好？我们再听她唱一首歌，我觉得她的歌声是最迷人的，好吗？ 我想想我要唱什么歌呢？嗯，好的。唱首你想送给大家的歌吧。 한 가지 그대만이 영원한 내 사랑. 와, 真的是越唱越好听。 然后今天我们的上班直播间也要快到这里结束了，我希望所有在看的所有支持他的朋友们，我们一起继续支持他，未来在他的道路上面，我们都做他下面助力的那一个人，好不好？给他所有的温暖。我觉得两位韩国的学员在我们这都挺不容易的，因为他们就是韩方的朋友也不多，然后跟我们中国的学员沟通起来其实也很困难，基本上都是用肢体。 除了说他，还有主你很帅那句话之后，基本上全是用肢体去沟通和接触。所以呢，如果以后看到还有谁去拉他的手，大家都不要奇怪，因为我觉得这个不关乎于男男 CP， 是因为我没有办法给你沟通，我也没有办法给你传达爱意，可能我此时此刻我必须得拉起你的手，好吧？但是在之后的日子里，我希望你们一如既往爱他，爱到底，好吧？ 好，今天的唱吧直播间就到这里了。荣主，我们最后说一句，我爱你们，给大家好不好？嗯，对。OK。我爱你们。嗯，有没有想为自己拉票的语言跟大家说一说？嗯。 오케이. Okay. 我爱你们，请大家多多支持我。 Okay, thank you. Okay, thank you.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唱吧直播就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今天所有的朋友对我都手下留情了，没有扎我，爱我的比较多，我很爱你们。